青春山海线总共八区相关的伴手礼有多丰富，包括甜点、米饼、鱼酥，还有爆米花等等十一项特色商品，要让来到青春山海线游玩的民众通通买得到，而且是限定版伴手礼，从即日起到3月15号，在这八区的超商都能买到。那我们推出了11款，不管是酒类、茶类，最重要是甜点跟零食类，来跟所有好朋友来分享，在我们青春山海线观光旅游的同时，也能够购买在地的产品。侯友宜表示，开发青春山海线行程除了好玩之外，更要把当地食材或是文化元素的商品带回家，因此市府以青春山海线商标授权的方式共创在地品牌，打造一区一特色，并且有专家提供咨询，层层把关，创造更多的消费商机。尤其在地很多的农产品，在地很多的这些有机的以及在地的这些渔获等等，都需要我们在观光推动过程当中，大家能够来推动购买，所以我们不断地来转型，希望重新包装、重新定位，也找到米其林的师傅来指导我们在地的产品。疫情吃紧，不能安排出国行程，就来青春山海线，除了看山看海，还能在这八区的超商买到限定版伴手礼。相信过年这段时间，送礼自用两相宜，同时市府开出优惠，不限金额，登录发票就有机会抽中电动机车。记者林丽如新北报道。